好像我拍视频这样面对面的直接这样拍，好像是第一次，就直接没有其他的景，直接就对着别人说，第一次。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都说阿龙你要退网了，还有这几天怎么招这么多黑粉，真的。现在啊，我们3点钟结束啊，现在已经凌晨4点01分啊。目前我一个人在店里，回去，说实话也睡不着。这几天说实话，从来没有，因为我做网络做这个自媒体，大家也看到，去年5月份拍的，马上就一年了，一年大家可。屈指可数，我的无论是直播间也好，还是我的评论区也好，真的没有几个黑我的。但是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黑阿龙，说实话，我一下接受不了。真的，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，突然有这么多人骂你，说你这说你那，等等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。你也接受不了，真的，我那两天真的每天心情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，没有事，网络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但是等真正到了自己的头上，真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遭黑过，突然一下遭黑了，也是莫名其妙的。哎，我那天只是在直播间说了一下，没有永远的流量王。我这句话好像没针对任何人，我就举个例子，辛巴，可能他的那个比较更有实力啊，我今天也不提他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就是第二天就是狂黑啊，然后各种节奏狂带，真的，然后无论是我发视频也好，还是其他地方也好，反正就是节奏。还有骂的，说的很难听的，说我虚伪，说那个什么阿龙阴险，又什么起外号等等，等等等等，我真的没办法看，但是我还是坚持了，我坚持了什么？平复的心情，然后把它看完，然后还评论。都给他们评了，是，但是评论没用的，有几个那个带节奏的，就那几个，你们重复看一下，他不是在一个节奏，只要你说的话在下面，他都是狂带节奏，这样的人太坏了，真的，所以昨天喝了点酒，啊，我也没在我这啊。也直播了一会会啊，喝了点酒，当时酒喝的太多了，我第一次喝酒喝这么多，吐了好几次啊，从来没有过啊，可能心情压抑的有点狠啊，平时那些听到外界那些事啊，但是没有像这么一窝蜂的压抑。
就是我的，因为我做实体的有很多人都见过我，见过的时候我们好多都留了微信。真的我再多的感激的话我已经说不出来了，真的，我只能说谢谢兄弟姐妹大哥大姐的支持和力挺，真的是你们让阿龙又有动力。因为妻子呢，是吧？人嘛，也不可能做什么都一帆风顺，是吧？虽说我专心的那种讲不出来，反正就是我也觉得我挺开心的。但是人家都说阿龙你，就我们店里的客人啊，都说阿龙你这两天怎么搞这么憔悴啊？怎么？第一说你憔悴啊，怎么感觉这个脸色也不好啊？等等，我挺好的。可能我自己都忘记自己的这个了，只有别人看到我在那里，可能就我自己跟自己说没有什么，那都是一个男人把那些事情压抑了，实际上是什么状况，因为都是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没有特别太强大，我也没有那么像别人说的那么伟大，那么抗压的人，包括好多人做过自媒体的应该都遭过我这一波、啊、真的我废话不想多说了，我就讲了，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阿龙不会让你们的心血白费的，阿龙要让你们看到，让你们看到阿龙怎么样振作起来，不会让你们寒了心，真的。这么多人支持阿龙，我就更不能驼背了。就像兄弟们支持一样，要振作起来，要强起来，让这些不想让你好的，想让你看的跟烂泥一样的人，要振作给他们看，让他们无时无刻没有一个安放的心，真的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没事，我看你们这两天心情。
没有没有，心里还行。怎么还没去睡觉？我都洗好澡了。就洗好澡，穿了拖鞋过来。嗯。哥，早点回去睡觉。没事。但是现在没。我哥，你要生病，别不要。来坐坐，坐一下。反正不要不开心，就算全世界不理解你，我还是永远听你。谢谢兄弟，真的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真的很。我们在一块合作这么多年，从上海一直到这都很多年了，完全不理解你。谢谢兄弟，谢谢。那啊，现在阿奎来了，就是没没，我这刚刚在录的，没事。阿奎这个人平时还是比较低调的，真的。这么晚还没睡觉？我今天我要在网上订了，要那个，不要，这样，这期的视频就这样结束了。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阿老师，哎。